他刚过了值班时间哦。确实是他的班，不过由于我明天有事，所以和他换班了。静等一下，你找雷欧有很重要的事吗？好，再见。雷欧，雷亚来找过你，我问了他是不是找你有什么重要的事，他说。这样啊，明明来找我，还说没事儿。是我多言了，李欧。别担心了，没事儿，李欧，我现在去找他。现在，你没事儿了吗？我很好，走了，医疗室先拜托你了。好，去吧。即使是放假了，雷亚也这么努力学习，怎么见了我这么惊讶？去找我了，是这样，然后扑空了，我怎么会骗你了？今天临时换班，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我也是很用心的找了，好不好？去了图书，全当锻炼身体了。那个遇到了，自己，谢谢你，那个。没事儿，这样啊，那你知道他都在忙些什么吗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晕倒了，每次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觉得他似乎有心事。我知道了，今晚雷雅是醒，好，你醒，你知不知道，有什么比自己的身体更重要？我不管，我不管你，你知道自己要昏迷多久吗？在魔，没错，我是不清楚，但是你为什么不可以说出来？心里的事情堆，朋友是做什么的？朋友不是摆设，也不是只和你分享快乐，朋友是和你同甘共苦。你有心事，有烦恼，可以听你倾诉；你遇到困难，和你共。不想说是吗？好了，我不是想听你和我说对不起，不用解释，我随你便吧，我不会。